下那个魁氏兄弟的片花好了。哦，我还蛮喜欢那一支片花的。那为什么我想要做窥视呢？就是我觉得每年我们在做短片的时候，我都想要有做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非常非常轻松、非常次文化的东西哦，就是每一种多元，让它多元一点。那去年做了大卫邻居之后，其实回响还蛮大的。今年我就想说，那要做哪一个大师？然后那个大师，我希望是大家比较不清楚、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然后呢，我就想到，哎，那去年大卫林区，今年应该也做，今年来做一个动画的，好了。然后在寻找过程中，就想到魁氏兄弟哦，因为台湾其实还没有系统性的做过他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回顾。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们，在网络上找到他们的 email， 然后经过几天都打电话去问他，结果没想到他大概应该没有两个小时就马上回信。哦，这件事情在我们邀这么多片子以来，从来没有遇过这么顺的事情。那魁氏兄弟就直接问我们说，好，他很开心啊，然后他的版权在哪里啊，叫我们写信去问，然后他还回了一句说，那你需要我来台湾吗？那我就跟他说，好，当然一定要啊。结果他就马上又回我们，很快就回说，可是那时候他在拍片，所以他没办法来。我就马上大概两小时内就叫醒我们邀请他来的美梦。但是我们就因为有他介绍的关系，我们就去跟英国哦，英国的电影资料馆那一边哦，去搭上线 BFI 那一边搭上线，那跟 BFI 才是灾难的开始，因为跟魁氏兄弟他们版权不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推荐完他们就没事了。然后我们叫他们录那个，本来要他不能来，要叫他录问候语，可是他说了一句话很好笑，他说因为他们两兄弟都不善言辞，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在网路上就是自拍的时候差不多显得愚蠢，所以他们就不录了这样子。然后他给了我，到时候我们会在网络上公布一段连结，有一段连结是他们是出席某个场合，然后就是在现场跟人家对谈的那个录像档，然后他觉得那个录像档他看起来比较没那么蠢哦啊，所以到时候大家密切注意一下熊颖的那个脸书，我们会找人家去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去贴在上面让大家知道。好，那我们跟英国那边开始谈之后呢，就开始非常因为英国人谈事情有时候也是非常拖拖拉拉的这样子哦，
比起法国不遑多让。那我们在跟他们谈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是谈全部都数位修复，可是数位修复的规格就从 DCP 蓝光这一边，因为不断的你来我往开始在讨论，结果后来因为英国那一边他们的DCP 制作不及，他们本来跟我们说九月，那我们说你九月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十月要演可是呢后来数位修复他们确定12DCP 要十二月才会出。那十二月就真的没办法，他们还一直跟我们说，就是到后来因为来不及，所以我们后来是先用蓝光的格式，因为其实他们去年已经在美国先发行蓝光了，那反而那个 DCP 这一边，英国自己这一边，他们还没有正式做好所以我们今年会有，我们会分两边，一边是数位修复，另外一边是35毫米的。那为什么要放胶卷因为放胶卷其实更麻烦但是那一批呢，是因为第一，奎斯兄弟他们希望他们做，其实奎斯兄弟他们，这是英国人自己跟我们讲，他说奎斯兄弟如果希望的话，他们希望都不要数位修复，永远都是放胶卷，就算胶卷再怎么旧，再怎么不方便，他们都希望他们作品是原汁原味呈现胶卷。那这一批大家幸运还算幸运的是，这一批胶卷是去年因为克里斯多福诺兰亲自担任策展人。然后他们因为克里斯多福诺兰觉得他受到奎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一定要帮他们策划一个回顾展，从美国开始，去年八月，距今整整一年前，然后开始做全美国的巡回，然后他们也希望巡回到全世界。那所以呢，他们有重新抽一个新的拷贝，那所以我们后来就跟英国那边就达成协议，就是我们做两个单元。那35毫米这个单元是诺兰规定，所以不是我策划。为什么你会说，那为什么35是选这三部搭配诺兰纪录片？为什么数位修复是选那几支？那其实不是我决定的。他们说，我们那时候就在说，那我们要哪几支？要35？那我有提出一些组合，那他们跟我说不行，因为克里斯多福诺兰，你如果要放他的纪录片，然后那是他策划，他的就一定是搭配那。就一定是搭配写一场噩梦给你，《恶夜航程》还有《鳄鱼街》就是一定是搭配这三支所以呢，各位现场的观众就是还蛮幸运的是，这真的是我们跟诺兰借来的展，然后我们也其实有写进去跟诺兰，就是要请求他的允许放映他那支纪录片，因为虽然这个 idea 是他策划，他的纪录片搭配三支奎斯，可是他的纪录片版权在他手上，英国这边也没办法决定。结果我们就花了一两个月时间，都一直苦无回音，因为诺兰那时候在拍《敦刻尔克大撤退》，然后呢，就完全都不回信，因为非常忙。那后来我们又回到奎斯兄弟，拜托他赶快帮我们疏通一下。结果疏通完也是大概两小时内，诺兰的助理就马上回信了。所以这个单元其实还蛮坎坷的，但是最后就终于还算成功，而且这个拷贝也非常抢手，就35毫米这个拷贝其实非常抢手，它在全世界巡回。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奎斯兄弟你不晓得要先看什么的话，我会先推荐你看这个由诺兰亲自严选的他自己的纪录片，再加上三支他最喜欢的奎斯兄弟，然后搭配这样子的那而且奎斯兄弟的这些数位修复的蓝光啊，在美国也是由诺兰跟他老婆他们成立的一间公司，和他以及他们长久有合作另外一间艺术发行公司在美国广泛发行那为什么会有那间艺术公司那个从诺兰他从以前开始拍跟踪 following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合作的所以虽然奎斯兄弟是美国人，可是他们费城长大之后，他们就去英国伦敦那一边发展所以他们跟诺兰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这透过这个影展，诺兰其实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多少诺兰他拍的电影里头都有某一些黑暗面，其实确实是来自奎斯兄弟的影响。那奎斯兄弟又来自谁的影响呢？如果你看数位修复版本的话，有一支斯坦克梅耶的神奇宝柜，这是奎斯兄弟向斯坦克梅耶捷克动画大师捷克偶动画定格动画的大师致敬所以呢，这两个单元很有意思，一个是诺兰向奎斯兄弟致敬，另外一个单元里头有奎斯兄弟向斯坦克梅耶致敬那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35毫米的版本因为这个拷贝真的是非常得来不易我觉得它的动画里头，其实重点它的剧情有些可能会是比较抽象，然后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会想说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诺兰曾经觉得，他觉得奎斯兄弟的电影
最动人之处，其实是有时候里头的那些黑暗元素或者一些不安的元素，去跟现实连接。那什么是跟现实连接？比如说，大家看《奎斯兄弟》《秘书未修复》里头有个陈静燕的四个极短片，那这四个极短片里头有些像黑色童话，然后又讲到婚姻危机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些看起来非常荒诞离奇的这些情境中，其实还是有奎斯兄弟对于当代社会、当代人心的一个观察啊。那这也是他们的电影最迷人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大家。